位亲爱的维真之友平安，谢谢大家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对维真事工的支持。因着疫情减缓，我们将暂停主日音乐敬拜影片的录制，谢谢您和教会的使用与喜爱，我们都非常的感谢。维真事工接下来会往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增进教会对敬拜的整全认识，建立影音诗歌库。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网页，也有维真会客室的 podcast 播客，希望能以更多样化的方式来帮助教会及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合于圣经神学的敬拜与侍奉。很不舍得要在一个时空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会在更多地方相见，希望大家一定要继续陪伴支持我们哦。荧幕下方的资讯栏有我们的网站、YouTube、脸书以及播客的相关资讯，请继续关注我们，让我们一同成长。愿神赐福你们每一位，拜拜。